团体活动要安怎算咧？南投埔里开课程训练志工，佮特别来验收志工训练的成果。志工带许多人做团体活动，不管是唱歌跳舞，或者是简单的群人运动，许多人上这个课拢感觉真心笑。对我们这些志工的老师来讲是有成长，但是这个动作也要是长辈他们喜欢的才可以。埔里镇福利社区划计会开办志工训练研习课，安排专业的老师教志工真侪种团体活动。为了了解训练成果，今年也特别安排志工实际来到社区，带许多人。这我当对学习的态度都很积极，让他们可以回去他们的社区带领他们自己的长辈。社区工志工轮流对社区福利照顾工作推动是真有帮助的，也是今年课程计划重要的目标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